節目就係拉闊世界盃啊！喂，俾啲聲先。首先咧，我為大家介紹一下，喺我嘅右手邊係我哋拉闊 style 嘅狂野拉闊隊啊！話佢哋叫做。好，在我左手边就有你都估不到这个叫灯神队啊！喂，为什么有这个名字呢？一阵间等你自己讲啊！首先要介绍我哋今次的领队，分别咧系有我哋 Life Style 的最夺嗰个西装友啊！我觉得有呢个领队咧，我哋今次输硬噶啦，输硬噶啦！你话系我话嘅，因为我系裁判啊，咁样我系裁判啊！仲有球证、旁证、足协。足总、足委，全部都是外人，怎么跟我打？好，那我们左手边的灯神队的领队就是 Jason！ 真的估不到啊！好，首先介绍我们拉阔队的队员先。首先有领队，西装友，我最对劲。好，跟着有我们的 Katie。Hello， 我是 Katie。好了，没事了，好了，拜拜。跟住就有我哋嘅 Yanny， Hello， 我 Yanny 啊，好少见嘅 Yanny， 但系太靓。有我哋嘅臭臭 ，Hi， 我系臭臭。臭臭。跟住有我哋嘅灯神队 ，Fat King。又又喂 ，Fat King。Yeah。OK， 好。跟住有我哋嘅 Lulu。啊，大家好，我系 Lulu 杜嘉怡。耶！我想问今次你贴边队？我中意德国队。我叫我真系冇得讲。你今天给我死德国队干爹爹的 OK， 跟着有我们的 Eling。 Hello， 我是 Eling 黄晓君。我压力觉得很大，因为 Eling 是主播来的，我超大压力，不用紧张，那些小番茄来的。多谢，我声沙今天交给你。Yeah， 跟着我们的灯神队领队 Jada。 Hi，Hello， 想问你落不落场？我会派人落场的今次。那我很期待你今天的带领，我相信灯神队赢硬。是啊，我也觉得。是不是啊？是啊，我会令到你赢硬的。Yeah， 拉阔世界杯现在即刻开播。Yeah！ Yeah！ Yeah！ 我们第一个游戏呢就是其实我也不知道，要请我们这里的 PM Square 的大地主艺出来介绍一下。Yeah！ Yeah！今次我們的遊戲是大電視先啦，咁大電視顧名思義就唔準講直接的答案出嚟，用下你哋動下腦筋，可能做下動作，或者試下講一啲 hints 俾你哋嘅隊友。記住一定要估中啊，知道嗎？好。OK， 好，事不宜遲，即刻開始。首先是我哋嘅咩拉闊隊喎，拉闊。哇，你好熟。過年。首先是我哋嘅狂野拉闊隊開始先嘅，加油啦各位。首先是我哋狂野拉布队开始先。哇！来一轮，快！踢足球嘅，好多港球嘅，好靓仔，超靓仔，两个字两个字，三个第一个女嘅，系。碧咸，冇错。哇！哇！呢个劲嘢啊！呢个四一年。马拉松啊！唔系，第一个字系五啊，第一个字系呢个嘢嚟噶。踢。唔系，唔系，唔系。身體之手，四個字，第一個字，你聽過好中意佢嗰個馬蹄、馬頸、馬褲、馬扯、馬後邊、馬後邊，大家有成日箍住，跟住會唔會點啊？拉，係差唔多啦，個音抽唔到你。馬技，係啦，最尾係啦，最多係啦。
馬咩當奴。我問就我哋攞嘢。馬取咩？一馬多斯。我都話我哋呢個咩鬼嘢拉闊隊輸硬㗎啦！你睇下，而家又要你俾人哋罰啦，冇問題。有得玩遊戲就梗係要有懲罰㗎啦，如果唔係玩嚟做乜鬼咧？咁我哋呢一次嘅呢個 Game One 嘅懲罰咧，就係我哋以前細個時候玩嘅蛇龜。我哋會派出我哋嘅領隊，分神隊嘅領隊 JW 出嚟負責射人嘅。咁咧，根據呢個遊戲嘅規則咧，即係我收到嘅消息咧，就係要射我哋拉闊隊嘅三位靚女嘅。咁但係冇理由要射女仔噶嘛，我哋有個男仔出嚟噶嘛，仲話係完美嘅男神喎，有人話完美嘅男人喎，黑手巾個領帶，梗係西裝有頂啦，係咪啊各位？係咪啊？西裝有頂啦，啱啊！咁細細就有咧，又賴嘢啦！你要踎低，嗱呢個龍門啊嘛，你踎低，你夾嗰個屎忽，夾嗰，係啦，夾嗰，我係要踢中佢屎忽嘅，係啊 ，OK， 我嚟，準備，唔準遮 ，OK， 好，我嘅嚟，三、二、一。我会报仇的，你收啊，有我在这里一天他都报不到仇，肯定 OK。 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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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想我有落腹肌，我叫師傅跟住我落腹肌做嘅，咁唔識得，係啊，真係。我希望大家身體健康啦，大家一齊揾多啲啦，最緊要就係咁。嗯，多謝。咁咧，我哋遊戲玩完啦，蠟燭又吹完啦，咁我哋梗係要食蛋糕啦，所以我哋而家要一路食蛋糕一路睇波啦。拜拜。